很多种诈骗集团，或者说像那种假头上这些，都在起始啊。那怎么样来处理比较好？哦，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了这个情报师的物件假的是，你情报师有真功德，假的是来提用，伊家己假的是有罪过。所以所惊的就是讲，咱咧报师无真心，咱报师无真心无功德。你报师是真心，伊家己骗是伊的代志，迄甲你无关系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，我们在凡尘啊都没有固定。你行善造福，还是要做迄个三恶道吼，拢家己人决定。啊，咱人认识了无够哦，你讲去共骗哦，啊去哦去共迄个怪，拢认为讲真巧真巧，其实他是造罪啊。咱来了解说因果是定理，一定的道理。你无功不受禄啊，你共骗来，迄是因啊，你骗来因啊。后日咱吼因缘啊回合，迄果报就显现。果报显现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得爱食足大个亏啊！你即马共骗骗人讲吼，一十万，你即马吼果报时阵害吼，可能得爱一千万。那个都是划不来的，哎假，哎啊！你家己收，你家己逼到位吼，迄落行啊底去，家己逼到位地落去，何苦来哉？那个都可以用完的啊，你消用钱已经失定了，对不？你来的钱哦，收轻松啊，你用出来都叫轻松，你拢袂重视。嘿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吼，不要造那个因果，哦，那个入地狱啊，唯恐不深，受苦的时间啊，唯恐不长，啊何苦来？啊，你受苦的时候，你看今嘛吼。出生做精神啊，然后啊，即马已经要受苦遐个人，你甲看伊个现象，为什么会那样？有因啊，有因，现在有果，所以哦，现在跌凡尘哦，你要讲吼五官不全啊，四肢残缺啊，迄拢有因果，迄拢有因果，我们要了解吼、哦，就是之前他做的不好，现在呈现果报，迄是要互伊了迄个果报，了啊就好，就无啊，啊即马唔通做。你今麦去做吼，火爆掉后边，嘿，都是爱知影，不要吼讲骗人欢喜噶好，拢无谈，唔免去辛辛苦苦去谈，有几啦十万、几啦百万通用，迄拢唔免欢喜啦，太嗨。哎，我们都知道要还的，而且我们一生到凡尘来，咱这世人用偌济吼，咱的福禄啊，咱伫顶世人就决定，顶世人你做偌济福，这世人享受偌济禄。一点诶，啊！你即马吼，即世人哦，譬如讲哦，这个有六千万好用，啊！你吼、哦、听活到八十岁，啊！你即马吼三十岁就甲六千万拢用完啊！啊，剩诶咧，剩诶要用啥？无钱通用啊！无钱通用，倒来缩短你诶生命，迄变做吃家己诶黑手啊！嘿，啊，咱慢慢啊。慢慢啊用，慢慢啊谈，啊欢欢喜喜的过日，安尼较重要。哎，这个要相信真理，哦，真理它都永远在，哎，不会说我们人不相信就没有，它一定在。哦，有因就有果，这个吼、哦、就现实的呀。我讲吼、哦，无因无果、哦，你出去外口行路，你敢认看嘛？看你会变哪？